Simpson 就用这种长型的腿杆，他们也不会改变，跟 Keegan Bradley 有点像。那现在 Keegan Bradley 在去年获得了 PGA 锦标赛冠军，如果 Webb Simpson 在今天夺冠的话，又是一个长型推杆在大赛夺冠的例子。主到右，现在是打完选手成绩最好的一位，以高杆杆一杆的结束，使得 Michael Thompson 没有争冠的机会。 Webb Simpson 现在是打完成绩最好的，最后两个都是68，高杆杆一杆目前暂时并列领先，而 Jim Furyk 在第17洞还有一点麻烦。